知道什么才是真正难熬，因为我已经在另一个冬天飘着雪，而你却看不见。 You know 我已经陷入一场爱情的漩涡，汹涌在内心的话却无法诉说，心中书上写什么我却看不清什么，是我错过了你还是你错过我。受那温柔，喂，嗯，大半夜的干嘛不睡觉啊？只要你愿意，我愿意一辈子陪着你，一直陪着你，我们一起看日出，好吗？小少管，小雅，你真的要去非洲吗？嗯，早就决定了。是浮云就可以随便飘过，我告诉你，失去小雅你会后悔的。哼，啊，明天集合？明天？太急了吧。这说明咱们女儿长大了，可以展翅高飞了。我知道，你就是急着点儿嘛。那马丁，过了明天呢，你就可以去美国了。一定要赢给我看了，啊！度过了这一段难忘的时光，让我们回到原来的生活吧。这个小熊猫留给你。你总是那么粗心，这里面什么药都有。明天我还有事儿，我就不去送你了。嗯。非洲有电话吗？我是出国，又不是穿越。
你确定离开吗？两年虽然不长，但是可以改变很多东西。我知道啊，所以你要好好把握，唐辉也很不错的。你管好你自己吧。嗯。照顾好自己哦。嗯。哎呀，我的乖女儿啊，今天一定要多吃一点儿，不然的话，出远门之后，这么好的饭菜你就吃不到了。哎呀，你说这一个女孩子，去那么远的地方，我呀还真有点不放心。哎，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们女儿太优秀了吧，好儿女就应该志在四方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工作真的不顺心，你就马上回来，阿福叔给你买机票。咱别那么伤感，高兴点儿，多吃点儿啊！哎，对，多吃多吃。两年前，阿伦的一位朋友因为地震失去了所有的亲人，但是他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。两年后，他立志成为一名志愿者。今天，他将要去非洲帮助更多的人们。要走了，小雅要走了，你听见没有？那你怎么不去告诉阿伦？你脑袋被驴踢了吧？小雅喜欢的人是你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你自己看着办吧。马丁，我不想这一场爱情我们都没有结局。小雅今天下午3点的火车离开，如果你还爱她，这就是你最后表白的机会了。要记得想我，别有了新朋友就把我忘了。好啦，知道了，别矫情了。
发一样，都是个顾客。小雅喜欢的人是你，你看不出来吗？顾客只会让别人留下痛苦，失去小雅你会后悔的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接下来有请东南亚小拳王马丁布料。不辞而别。我是一个害怕失去的女孩，这短暂的爱情，我不知道在彼此心中到底有多重。答应我，去追寻你喜欢的生活吧。别找我了，我也不找你。如果真有缘，真有爱，自然会相见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伦。时光流逝，我还是原来的我，在海港却发生了很多故事。慢点，马丁放弃了那次比赛后，慢点，留下来做了教练。不久他母亲也来了，他们说他们本来就是海港城的人，但是突然有一天拳馆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马丁，喝水。谢谢。哇，出这么多汗，热吗？教练，教练，那边有人找。是你？马丁 ，My name is Robbins。找你，你们的信我一直替你们保存着，这是你的。谢谢啊。今晚将是一个 happy 激情的夜晚，因为今晚八点
将举行北角电台的5周年庆典。还有件令人高兴的事，离开海港2年的朋友，他要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爸爸说过，人最幸福的那一天，就是等到爱的那一天。安如也说，要好好爱身边的人，因为下辈子就不一定能碰得上哦。
ครับมวยไทยรวมยูจิตสูรวมคาราเต้อะไร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หลายๆอย่าง才能知道。